场，费玉清。飞哥，嗯，这不是已经我梦寐以求的蓝宝石大歌厅的背景吗？这个年轻人算是有眼光哦。这种歌厅你以前有没有上过？其实是没有，不过让我联想到上海的百乐门舞厅呢。哎，那么对不对？里面就讲对了啊，有去过上海对不对？去过啊，百乐门舞厅啊，那不是开玩笑，以前能够在那边登台的巨明星啊，那不是开玩笑，都要很有知名度才有办法喽啊！我们用这样子的这个方式，让观众朋友不用换什么包机啊，还要转澳门绕来绕去。对啊，在我们节目就可以把观众带到上海百乐门大舞厅。哎呦，当然这个歌星要有相当的分量。他来自上海吗？啊，来自上海不是、啊、他常常来去上海。哦，最近是两岸三地可以说大家公认呢、啊，说是这个不可或缺、不可多得的一位具有时代意义的男歌星。那么这个今天邀请到他到我们节目来，那么为各位做一次百老汇、百乐门的一种呈现啊。立刻把观众朋友拉到抗战胜利前后，各位可以感受到上海的繁荣，真的吗？哎呦，迫不及待！今晚来盖小北宫盖等了哈，没，一起来欢迎各位朋友，今天很高兴，各位来到咱们百乐门大舞厅，欢迎费老板费玉清的表演。小鸟啼，江畔帆影移，片片云霞停留在天空间，阵阵寻风轻轻吹过，道路波涛流泻，叫我也羞。
感谢我们的舞蹈老师，鼓励一下。我们这是 R2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费先生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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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费老板，费老板，哎呦哎呦，哎呦，这就是小哥吗？费老板，哎呦，小哥你好，小哥，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恭喜费老板，费老板，金马奖的这个最佳音乐，太好了，太棒了，谢谢谢谢，你看看大牌就是大牌，真的是你，马上还记得别人就还得了金马奖，哎呀，太感动，太感动，我们这主持人啊，访问一个明星，我们其实也是需要人家回报我们的。哦，很多明星来我们这边就一直就是看我们三个人付出啊，他们并不关心我们做什么的，哎，对，像康康出片的啦，他得金马奖了，我前两天痔疮又犯了，都没有人理的，哎，现在是不是假装进来就可以了？不是，现在正式访问，哎，费老板，你很久没有上台了，他们换衣服，但是我们要润一下今天的东西了，是吧？今天不润。因为刚刚那个气氛是很好，哎，费老板，啊，您这病得不轻啊！我给你一气呵成嘛。哎呀，快把那个中将汤拿来给他喝一喝。迪迦的来啊，迪迦吧，迪迦的来，迪迦的来啊。希望费老板赶快进入状况啊。哎呀，飞哥，好久不见，好久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哇，这客气啊！这就是小哥吗？哎呀，你是费老板，费老板，你好，你好，费老板先生。哎呦，我握到他的手，哎哎呦，恭喜恭喜，金马奖最佳音乐，哎呀，好感动，哎呀，谢谢谢谢。大牌就是大牌，你看看，我跟你讲，不像其他主持人，我知道，那个歌手特别来宾啊。歌手来了以后，就是他自己表演，也不晓得给我们三个人是。其实我是常常注意这个歌坛的动向，包括你现在最新的歌，我都知道。真的吗？小薇，你可知道我多爱你？太感动了！我要带你飞上天上去，飞上天上去，不好奇，不好奇。可望雨，随风。黄老板，黄老板，真的，你这首歌啊，我小时候就听到，真的。后来你们的歌被这个邓丽君小姐翻唱，对吧？不是，我们综艺节目不一定要搞笑嘛？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景这么漂亮？我回到了百乐门，你们还一直搞笑呢？就是，哎呦，康老板，我刚刚站在前面，我很感动哎。可是这个幕一拉开，哎，怎么又变综艺大哥大了？这个要好好正经一下。我跟你讲，这是一个味道。来，特别来宾，现场好多人呢。哦，对呀，是是是，等你很久了，跟大家问候。是是，各位现场观众、电视机前的朋友，大家好，非常荣幸今天能上一百个大的。谢谢谢谢。这么的热烈，哎，可见我们小哥呢，谢谢，还是形象各方面都受观众的肯定。哎，这一次我们费玉清先生呢，出了个人的老歌的专辑。哦，是是，这个听说，复古风，在两岸三地啊，在这个同时发行。哇，据我侧面的了解，这一次的唱片的灌制方法不同啊，有都是很多北京、上海的交响乐团呢，来殿后。使您的音乐听起来非常的丰富，而且好听啊！很多专家学者，包括那边音乐界的人士都说，费玉清呢可以说是近时代里面的这个很难再找到能出其右的，就是不可多得的最优秀的一位男歌手。哇，现在家己人跟他讲的就拍死啊！没有没有，真的真的真的，这是在抽空啊。把它完成这样一个成品，给一些年长的观众大家来回味一下。年轻朋友也许觉得有点老气，其实，哎，等你成熟之后，也发现，在描述情感这些怀旧复古风的歌，它这种把爱情啊投射于像星星、月亮啊等等，投射在这个月圆花好当中，是是一样的那种境界啊。那这是越来越成熟的人会喜欢的方法。非常掌声的意思，所以老歌或是怀旧歌一直不退流行。短短的几句话就形容了这老歌它的价值。当然，什么人唱，不是说我们自己家人要这边内举不避亲啊。哎呦呦，那要唱，真是要听费玉清唱。谢谢谢谢，没有话说。你们两个兄弟真是太棒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他两个人说来还话长了。上一次费玉清到我们节目来，是是，顶盖来个家，这次第二次。啊，你想起来，雄雄感觉讲，敢那是顶礼拜才来的代志。哦，其实呢，
已经相隔了7个多月，哇，一半年多了，30几以上，相隔30几了。那你们兄弟私底下没有再见面吗？不可怜吧？我的是这样子，我们今天是公事又碰到，平常的时候还是少来往。这样严重的，你知道我跟这款人，我再也受不了了啊！不是说没有这个化妆就不能模仿？哎呦，记得，在下林峰，哎呦，林峰的林，林峰的峰，不是孔子，林峰这是您这时候怎么会出现？是因为孔子在《论语》有说过，孔子说过你们家。兄弟俩还有一个姐姐吧？原来一切都是命运。是孔子在《论语》里面就说过了。费玉清歌声真好听，哎呦，哎呀，好像听到很有押韵。是孔子讲的。哎，费正宁，孔子说费正宁，天哪，台北人。哦，哎呀，孔子还会说台语啊？是，我跟你说，是林峰的林，林峰的峰。知道，我想林峰不可能会。是孔子说嘛？他们两个已经孔子说就算了，还有他们家还有一个张飞要子曰，子曰，哎，没错，阿亮有教过，子曰，张飞，免问五个岁。你是哎，表示跟他这样呀？啊是。今天居然有这个机会来，是，多唱几首歌。高清瓜的刚没唱，哎呦，这刚今天你哥哥啊，当然不是，还开什么玩笑？当然会唱了，兄弟一定是个血浓于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哎，真的啊，血浓于水，血浓于水，对啊，血，对啊，没错啊，应该血，你们不要害他，已经没有自信了，嗯，所以你们这个 DNA 一定有这种传染嘛 ，DNA 是传染 ，DNA 是遗传的啦，我所以你们这个一定有这个歌唱细胞，一定是非常类似，有互相会感染，对，哎，所以飞哥 push 也惯了，对呀，飞哥怎么好像是对不对？有点要点歌的意思，不是因为飞哥每一次唱歌都不正经的，综艺节目不一定要搞笑。我跟你好好的唱一首歌，不是这么。他是一个大哥大，噔噔噔噔噔噔，从小最爱吹喇叭。对啊，你每次都是这里拢变这舞的，你好好的唱一个歌，老歌是不是？有办法吗？跟今天的气氛有关系。我就是恨我生得太晚了。哎呦，人客要听不？人客，拍波子。好啊，他的反应不错。那咱们今天就来较量较量，较量较量。老歌有不同的味道，来吧。孔锵非常了解我，找了我的情。哎呦，又来了，记得哦。太阳出来又落山嘞，一天到晚干不完的路啊，吃日不饱饱嘞，穿不暖嘞，嘿嘿呦，好啊，哎，我天天辛苦，天天忙啊。别你好苦哎，我小远家哎，那个音色真的是蛮接近的，不是肢体啊，歌曲，我的肢体才像啊，真的。为什么你唱歌 DNA 的传染？不过是这样，说到歌声呢，这就不是我在讲的，这也不是说在矮化你。哎呦，真的，你的歌声，对吧？有点，这有点像乐器掉到地下。修理不了，带到修理以后，但是你看看你们主持，你是很厉害。哎呦，啊对，但是主持人里面我还特别推崇你。什么乐器都难不倒我这个哥哥。哎呦，还等不起来差不多了，真的。哎，打我的麦芽铃起来，麦芽铃，麦芽铃呢？我来 A 一下，给你听看麦。麦芽铃子。哎，这是麦芽铃的，麦芽铃的。我讲的。
来来，上一回我还记得来到节目中啊，上来一个叫做那个最傲气丢盔。哎呦，我们那个画面观众一直是津津乐道。费玉清的歌。小弟的唱哥哥的本喇叭，还是哇吼。这个我就没听起来，刚没听起，什么小弟的。在唱哥哥的本，你这啊，意思就是讲，要我给你伴奏一首歌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哎呦，那我们就不是开玩笑。这个乐器还不一样了，跟上次。这不是操蛋。哎呦，飞哥，您这么吹，这萨克斯风能出声吗？飞哥费玉清超级刷包，比一比，马上就来喽。